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18页最后一行，问答十一。我们看经文啊，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极乐世界有天人，在619页第一行，西方极乐世界有四土，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长寂光净土啊，但是他那个世界没有六道，同居土只有两道，人道天道而已。那么那个世界上没有山啊，山河海洋它没有，所以引起阿难尊者的疑问，实际上是我们的疑问，他带我们问。如果没有须弥山，这欲界天住在什么地方？啊，欲界天里面，特别是四王天、忉利天，啊，这个两层都是依须弥山而住，四王天在须弥山的山腰，忉利天在这个忉利天是在须弥山的天顶。那要没有须弥山，这两层天怎么办？啊，为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把注解念一段。忉利天，翻译成中国的意思是33天。啊，实际33天它在一层。
一层里面分作33个地方，啊，欲界六层天里面第二层，在须弥山顶，中央有一个天城，有个城市，啊，第十天所住的，我们中国人叫它做玉皇大帝。道教修行呢，成就大概都在这一天上，所以四方呢各有八个城，八个天城，啊，总数啊为33处，故称为33天。那么忉利天这个33天呢，与四王天借依须弥山而住。阿难现在听佛说到极乐世界没有须弥山，所以我提出这个问题啊。那么这个欲界第一层第二层天他们住在哪里？释迦牟尼佛并没有给他解答，反问他，我们看经文，佛告阿难，啊，释迦牟尼佛告诉阿难，夜魔斗率，夜魔是第三层天，欲界第三层，斗率是第四层，乃至色界，色界有18层天，无色界有4层天，总共有28层天，啊，对，这一切诸天呢，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思议业力所致啊！我们看黄念老的注解：夜魔居云虚夜魔天。中国人喜欢简单，往往把首尾的音都省掉啊，像这个把上面的音省掉了，虚夜魔只说夜魔啊，这欲界的第三层天，四天王天即忉利天，依须弥山而住，这叫地狱居天，他们没有离开地面。可夜魔以上呢，他们住在空中啊，称为空居天啊，这是音译的，夜魔是音译，意思是十分，翻作十分，翻作善分啊。佛地论里面有说到夜魔天者，为此天中随时受乐，故曰十分啊。他们这个十分就好像有表演的，有歌舞的啊，每天一定的时候到了，他们就排演啊，所以这个天很快乐啊，过无生平，没有斗争啊，不像忉利天，忉利天还跟阿修罗打仗，还有战争，夜魔以上没有了。斗率天呢，斗率也是音译，他的意思就是满足，我们通常叫知足啊，底下是他的翻译的名字。上足，足就是满足啊，妙足，知足，喜足，都能讲得通啊。这是欲界第四层，
不住菩萨准备成佛，都住在这个地方。我们顾名思义，就明了成佛需要什么条件，要知足。佛是最知足的啊，所以他住在斗率殿，决定住斗率，在斗率殿里等候，时界因缘成熟了，他就从斗率下降到人间来，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示现成佛，教化众生。啊，所以他是欲界第四天，于五欲之路生习足之心，故名习足。啊，也就是世间五欲之路，他放下了。啊，他不为这些境界所动摇，叫知足。啊，确确实实，眼见色，耳闻声。我们举这两个例子，啊，都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这是佛啊，他永远不会受外面境界干扰。为什么？知足。真正知足就是见色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没有起心动念。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是菩萨。菩萨跟佛的差别在此地啊，阿罗汉就又低一级了。他有起心动念，他有分别，他没有执着啊，比我们六道凡夫高啊。凡是六道里面的众生，福报大小不一样，通通属于起心动念分别之主，这叫烦恼啊！起心动念是根本烦恼，我们知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它太微细了，它频率太高了啊，所有的现象佛告诉我们全是生灭相啊，前念灭后念生，一个接着一个啊，它没有中断的。这就是宇宙万法的真相。现在这个真相被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啊，所以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他说这个宇宙里头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这跟佛法讲的是一样的。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所讲的记录下来成为经典，流传到现在。佛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什么叫有为？
又为就是有生有灭。啊，整个宇宙就是在生灭这个现象里面产生的幻象，它不是真实的。我们身体是物质现象，物质从哪来的？佛在经上说，相由心生，物质现象是念头生的，所以经常也有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心想决定没有两个想法是相同的，啊，这一个想法就是一个画面。这画面有多大？跟宇宙一样大。整个宇宙在我们一念当中是一个画面。啊，实在就像咱们从前看电影，我这里还有一张电影的底片，啊，电影的底片。现在科学更进步，这已经淘汰掉了，这种没有了。现在是数码的，啊，不用这个胶卷了。这个胶卷就是动画，它在放映机里面的频率是一秒钟24张。我们在电影屏幕上看的，就不感觉到好像是真的一样。啊，其实它在动啊，前念灭，后念生呢，一秒钟24次生灭了，不是真的，假的。现在科技进步了，啊，现在我们的电视一秒钟多少张？啊，就是它的画面一秒钟多少张。早年的电视黑白的，啊，没有彩色，那是50张，比这个电影快一倍。现在是彩色电视，进步了，现在的频率是100张，一秒钟100张，谁能够掌握？1/1秒，有没有人掌握？没有。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东西，看到它了。形象啊，看出它是什么，绝对不是一张见不到啊，大概是什么一秒钟啊，2张差不多啊，也就是说1/2秒我们能感觉到，哎，这是个房子，那是个树，速度再高的呢，看不见了，看到有个东西一晃就过去了。啊，我们坐在高速度的列车，啊，台湾有高铁，速度是1小时300公里。我们坐在车上，车的速度是1秒钟300公里，在移动，啊。我们看从窗户看到外面，
近处的人无电线杆，有没有看到？有，看到一下就过去了。看到什么样子不知道，看到有人面孔看不到，速度太快了啊！现在佛告诉我们，我们整个宇宙它的频率都快啊，每一秒钟像我们这样计算，它是多少个画面啊？我们要记住，没有一个画面是相同的，所以相续是相似相续，不是真的相续啊，根本就不同。念头起来是变法界虚空界，有些我们知道，有些我们自己根本不知道啊，还有过去现在未来。过去不知道，已经过去了，未来的还没来也不知道，现在呢一刹那就过去了啊。这个频率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是2000，在一秒钟啊，一秒钟2240兆，单位是兆啊，万万是亿十亿百亿千亿万亿，万亿才是兆，单位是兆啊，那就是说明它的频率是2240兆分之1秒，一秒钟它已经过去2240兆次，我们根本没办法觉察到。现在科学家是速度非常快，确实的数字佛经上有，科学家还没有提出数字出来啊，不存在啊。那物质从哪里来的？科学家用的方法跟佛经上说的方法完全相同，就是把物质不断给它分裂，观察，观察物质到底最后它是什么。80年前，科学家能够探测到的最小的物质是原子，最近这20多年原子被打破了，看到原子里面有原子核，有电子，有中子啊，再把这些东西打破，发现有不同的夸克啊，再将这个打破，发现有微中子，微中子再打破，没有了，物质现象没有啊。这跟佛说的一样，佛不是讲微中子，佛叫极微色啊，极微色就是物质这个现象里头最小的，没有比它更小了，再把它打破就没有了，物质就没有了啊。所以科学家把微中子打破了，微中子不见了啊。那么微中子就是佛经上讲的极微色啊，这从哪里来的呢？科学家看到了物质现象没有了，看到是念头波动的幻想，这才明白物质是什么，是念头在高频率之下产生的幻想。这个幻想
密集在一起啊，你看一秒钟多少个画面，2240兆啊，一秒钟我们看得清楚了，看出这个人了啊，看出山河大地树木花草，一秒钟的时间看过了，半秒钟知道一个概念不清楚啊，那么十分之一秒、一百分之一秒，我们都没办法看到啊，它的频率太快了，所以讲欲界，不是讲色界，不是讲无色界，讲欲界啊。欲界也有不住在地面上的，住在空中啊。啊，虚空当中有这些现象，这些现象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天眼可以看见。啊，所以说太空不空啊，太空有许多人住在太空啊，夜摩天就住在空中，斗帅住在空中，化乐天住在空中，他化自在天也住在空中，啊，通通都是心想生。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科学不断的发展，不断在进步。20年之后，这佛教不是宗教，变成什么？变成科学，高等科学。啊，我学佛的时候，我的老师告诉我，佛教不是宗教，佛教是高等哲学。这60年让我们又发现了，佛教不但是高等哲学，是高等科学。啊，科学所发现的，佛经上全有。佛经是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说的，他们3000年之后今天才发现，这不可思议啊。那么在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是不思议的业力啊。我们看斗帅，斗帅是第四层天，欲界第四层，于五欲之乐生喜足之心，所以叫喜足。换他不起心，不动念啊，不受干扰了。斗帅分内外两院，内院呢，弥勒菩萨的道场。外院呢是大众，真正有这么大的福报，生得欲界天，啊，他在那里享乐啊。至于色界、无色界，啊，色指色界诸天，无色指无色界诸天，啊，色界有18层天，无色界有4层天。啊，这界位居欲界天之上，住于虚空啊，虚空不空啊，有天眼的人，有法眼的人，有慧眼的人都能见到。
啊，越上去越巧妙，越殊胜。啊，古世尊反问阿难：啊，若无须弥，天住在哪里？啊，以为天没有住处了，夜魔以上住天，住于何所？今娑婆世界，夜魔住天，他还有能力，不要依靠须弥山，他有能力住在空中。那么极乐世界的诸天就不需要须弥山了。阿难答的回答说：不思议业力，使诸天依空而住。啊，业，什么叫业？俱舍论记第十三卷解释说：造作曰业，为身口意所造之业。作善叫善业，造恶叫恶业。善业有生乐果的，我们今天讲能量啊，恶业呢有生苦果的能量，所以叫业力。啊，在有部毗那耶，这是佛经的名字。不思议业力，虽远必相切，果报成熟时，求必终难脱。啊，这是说业力不可思议。啊，远是时间长，啊，经历再长的时间，它不会消失。遇到缘，果报就会现前。佛知道，菩萨知道，啊，阿罗汉知道。所以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能不谨慎。啊，初学不造恶业。啊，佛经给我们举了个例子，十善业道。啊，十善业道里头第一个告诉我们，不杀生，爱护生命，果报的健康长寿，啊，不偷盗，不淫欲，啊，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这叫十善业。翻过来就是恶业，啊，是善业，能成就善果。是恶业呢，赶来的恶报。啊，所以一切众生，他住在这个世界，啊，他的果报都是自己修的。过去生中修的，这一生来感受，这一生所造的来生受。所造的业多，无量无边呐！啊，阿赖耶识，我们中国人讲妄想、杂念、妄想。
这个里面含藏善恶业意业种子无穷无尽啊。那佛教导我们善恶业的种子都要把它消掉，都不是好东西。为什么？出不了六道轮回。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设法界从哪里来的？原因就是这么一桩事情啊。那我们怎么办？佛首先教我们断恶修善，也就是远离三恶道啊。要么受嘛，就在三善道受报。更进一步呢，断恶修善要认真做，做完之后不要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有报应，不放在心上没事。这个方法好啊，金刚教给经教给我们，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生心是造作，无住是不着相。你有能力造作，但是心里头清净，一尘不染，这叫佛法，这叫学佛啊。这很难呐、啊，不是容易事情啊！啊，首先我们要把道理搞清楚、搞明白，它究竟是为什么事情？搞清楚之后，你才知道怎么放下，你会很欢喜放下。啊，这些东西染污的东西统统放下了，清净心就现前了。佛教我们用清净心，不要用染污的心啊。清净心生智慧，不生烦恼。啊，在佛法修学的地位上，那就是阿罗汉啊。等于说佛办学校，佛一生办学校，办的有小学、中学、大学，有研究所啊。小学毕业，阿罗汉是小学毕业，我们人天跟他相比，他自在，他有智慧，我们望尘莫及。他跟菩萨两个比呢，他就差很多了，菩萨比他高。啊，阿罗汉得的是清净心，菩萨得的是平等心。平等心好啊，平等心没有分别，没有高下。啊，上面跟佛菩萨平等，下面跟六道众生平等。啊，再上一层楼，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化身菩萨了。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完全明白了。啊。不但明白，他能掌控，他能得受用。啊，菩萨明白一些，不能掌控，到化身菩萨能掌控，这里面得大自在。啊，所以经上讲，不思议业力，虽远必向前。啊，这个相亲今天科学里面讲的
科学也有个名字，啊，纠缠。今天科学名词叫纠缠，啊，此地叫相牵，啊，所以国报成硕士，求必走难途，啊，夜里一定有国报，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谨慎。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说明不思议。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不可思议的造作，它的影响，你知不知道？阿难没有回答，没有回答就是他不知道啊。啊，佛接着说，如生果报不可思议，果报。据建筑里面所说的，果报是指过去所行的善恶，感得的结果与回报，叫果报。因果是一体，啊，若细区分，则无人今日所遇之境界，由于过去世中所造业因之结果，这是果。我们这一生所受的，是前世所造的。啊，那么这一生所造的呢，是来世所受的。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可是现在啊，跟从前不一样。从前确实是讲来生后世，现在的果报甚至这一生做的，这一生就干果啊，不与过去什么也不相干。啊，像我们举个例子，贪污，这是恶业。啊，造作的时候以为没有人晓得，不定什么时候被吃穿了，人家一举发了，法庭一调查是真的了，就得判刑。那判刑就是果报啊！啊，财产被没收了，自己要坐牢。啊，自由都失去了，果报就在眼前了。啊，让我们自己看到了。那么现在这个地球上的人，跟上个世纪不一样。中国人家家子，一个家子60年，啊，60年前，这世界很可爱呀，啊，我们那个时候到台湾，从大陆到台湾，台湾的人口总共600万人吧，啊，不多。人与人之间
很亲切。啊，确实人都有推己及人这些道德观念，互助、互相照顾、互相帮助。啊，真诚。啊，上街上买东西，货真价实，没有假的。现在连医药都是有假的，你说怎么得了？现在人都骗人。啊，完全考虑到的是自己的利益，不顾别人死活。所以伦理道德没有了。因果也不相信啊，以为自己很聪明啊，那么这种造作，果报会现起，什么果报？灾难啊！你看现在这个灾难特别多，五六十年前没有啊。很难得听到哪个地方灾难了啊！现在这么多，社会就动乱，人与人之间，所以有人告诉我的，现在人是假人，没有真实化了。都是欺骗人的，欺骗成为习尚了，啊，成为时尚了，你怎么办？啊，那佛法里面讲的，那就是灾难会现前。我们相信，科学家相信，为什么？境随心转。地球上灾难能不能化解？在理上讲难。怎么化解？人把念头转过来，不自私了，不欺骗人啊，把伦理道德找回来，地球上灾难就没有。啊，地球上充满了正能量，负能量都消失了，灾难就没有了。真做得到啊！啊，我记得在前一年，2011年。世界上有一些科学家在澳洲悉尼办了一个论坛啊，里面有一天，这一天专门就讨论一个专题，玛雅灾难预言，就是2012讨论这个预言。总结是美国一个科学家布莱顿，他是个量子科学家，他讲得好。他说只要地球上的居民能够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2012的灾难可以化解。讲的一点都不错啊！他所依据的理论就是物质现象是受念头控制的，念头变了，物质现象就变了。
跟着别人。啊，佛法讲一切法从心想生，又讲相随心转。啊，过去有人说，啊，中国有一人相信风水，啊，这些游山玩水的人说，天下最好的风水，都被佛跟道掌控去了。为什么？佛的寺庙啊，道家的宫观都是风水宝地，所以他们有人问我，是不是这些出家人道士都懂得风水？我回答他说，我说不尽然。为什么风水这么好呢？他们人心好，他们持戒守戒律啊，每天诵经讲学修行，心好啊，言好啊，天天拜佛，行好啊，所以好人居住在这个地方，三年这个地方风水就变好了啊，不好的风水都变好了啊。如果是这庙里人住的人都叫他走，找一般世间人到里去住，三年那你风水全变坏了。这就是境随心转的道理啊。啊，现在这是科学上的问题，绝对不是迷信。啊，所以佛在这里给我们说明，我们的果报不可思议。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学佛要学跟佛一样的想法，一样的看法。啊，心同佛心，念同佛念，言同佛言，行同佛行。无往而不及利啊。诸佛菩萨，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我们看古圣先贤留下来这些著作，跟大乘经对起来看，我们会发现中国古圣先贤是佛菩萨再来的，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都是这个境界。啊，他们会教我们，你只要认真学，得的是什么？第一个，身心健康。啊，家庭和乐，工作顺利，社会安定，国家富强，
世界和平，真能做到啊！啊，现在这个社会动乱，灾难频繁，根本原因是什么呢？伦理道德没有了，人与人的关系乱了，乱成一团，道德教育没有了，人作奸犯科到处都是，社会动乱啊，全都是教育出了问题。今天教育只有科技教育，科技属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没有了。物质文明再好，免不了灾难。这一点不能不知道。啊，英国汤恩比博士他过世是1975年，那一年他85岁，他晚年就是80岁以后曾经3次到过日本接受访问，也留下不少的资料。啊，我们看他晚年这5年的言行，菩萨化身了。啊，一生最关心的一桩事情，如何防止第3次大战的爆发。他经历过第4次大战、第2次大战。2战最后是发明原子弹结束的。他对这个忧心忡忡。如果地球上要爆发第3次大战，那是人类愚痴到极处。是自己毁灭自己，核武战争没有胜负，同归于尽。那如何能化止呢？能禁止，能化解呢？他就想到中国的3代，啊，他对中国历史有很深的研究。中国史学家都比不上他。他说要用3代的方法，3代是夏商周。夏400年，商600年，周800年。夏商周3代总共是1800年。学他什么？学他统一。夏商周不是政治统一，不是军事统一，啊，也不是现在所说的经济贸易，或是科学技术。都不是文化统一啊，文字统一，文化统一，所以夏商周出现盛世啊，啊，所以他就想到这个地球上需要文化统一，那文化统一谁来统一？他一生的研究，他一生研究世界文化史，他把世界的文化分成20几种，
最优秀的东亚文化，东亚文化的主是中国，还有三个卫星，韩国、日本、越南，这三个国家跟中国往来可以推到战国的时代，孟夫子在世的时代。那中国历史上有记载，就开始往来了。这三个国家没有自己的文化，全是中国文化。而且这三个国家在二战之前用中国文字，韩国没有文字，完全用中文，越南也是完全用中文，日本有他们自己平假名呢，有这个发明出来，但是他们的文字里面用汉字用得多。我们不懂语言，不认识日本字的时候，从汉字里面能看出它的意思。因为这汉字比例很大，差不多一半以上。现在是越来越少了。那么这四个国家能团结起来，可以领导全世界。汉字，希望汉字变成世界文言，不是语言，语言不变，文言就是书写的文，这个文字。所以现在国际上提倡汉学的人越来越多了，有汉学日，英国在欧洲带头，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都开汉学课程。我听到这个信息很欢喜，所以我就想到英国看看。汤恩比他们心目当中，这个汉文、中国文字是古代的文字，不是现在的简体字。是文言文，不是白话文。这一些欧洲学者有眼光啊。所以他们热衷中国将来要强起来。大家都在学中文。学北京话，学简体字，准备跟中国的往来啊！但是中国的国宝是汉字跟文言文，这是中国的国宝。中国在这个世界上几千年，它还那么兴旺，它不衰，它没有被消失，靠什么？就靠汉字文言文。就靠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统一了中国这个民族，统一了这个国家，统一了亚洲这么大的地区，这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们趁他们有汉学日，提醒大家，汉字重要，文言文重要。希望他们办汉学院，培养
老师，能够教汉字、教文言文的老师，比什么都重要。啊，中国人最了不起的是智慧，是伦理道德。啊，圣贤的这些智慧学术在哪里？都在《四库全书》里头，这是宝啊！你学这个东西，受用一辈子，而且这个东西可以传到千年万世，不会改变。啊，有个例子，就是佛经。佛经从汉到唐，大量的传到中国来。啊，中国人用我们自己的汉字、文言文来翻译。翻译完成之后，诸位有没有想到？原本梵文的佛经他一本都找不到了，在中国没有了。我为这个事情找过方老师、方东梅先生，我说为什么没有把这些梵文典籍留下来？老师笑笑告诉我，用不着了，我们翻译的正确，意思没有错误，文字，中国文字比梵文更好，梵文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顶多不过是二三百年，说话语音变了，那个文字看不懂了，会被淘汰掉。翻成中国文字，再传十万年都不会改变。这个有价值啊！所以世界上任何国家民族的典籍，如果要准备留给千年万世之后的人都能看得懂，一定要用文言文来翻译。他才能保得住啊！全世界只有这一家了，没有第二家。啊，任何文字都不能跟中国汉字文言文相比，这智慧真是智慧。这话说的有道理啊！啊，所以佛教是异族文化，不是中国的。啊。异族文化传到中国，中国人心量大，没有把它消灭，还把它发扬光大。啊，还用这么多的人力，把它用汉字文言文写出来。啊，让它永远不会改变，千年万世传给后人。这是中国人的心量。这是中国人的爱心啊！所以中国人领导全世界以文化，每个国家的这些文化将来都会写成文言文，都能够保存到千年万世。对，这是别的国家人做不到。别的国家人，我很优秀，你们不如我，把你消灭了。中国人不会，有历史为证的，五千年的历史，中国人没有欺负过别人，没有伤害过别人，没有占人家一寸一尺土地，啊，跟人往来，啊，总是接受人家的少，付出给别人的多。啊，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啊，
回礼一定比他圣果的多一点。这个交情在厚道啊。啊，所以这是佛给他讲的这个开示，举他身体最切贴切的啊，你身的果报就不可思议。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果报者，居见诸意，果报指过去所行的善恶，感得之结果与回报，故名果报，本为一体。若细区分呢，则无人今日所欲之境界，由于过去世中所造业因之结果，是名果。啊，这有因有果啊。又对应造作之缘而报者，这说的为报，有果有报。正可生果之物，这叫因啊，助是帮助的，助其因而促使得果者，这叫缘。下面就比如说，譬如明媚的种子是因，农夫的耕耘、雨露滋润，这是缘啊。今年米麦成熟，是以去年米麦为种子，故对应于去年的米麦呢，那是果；对应于去年农夫与雨露，那这叫报。不思议者，超前理解，非众生思维语言之所能及。这个里头的细节啊，我们的语言很难讲清楚，我们思维达不到啊，你想象不到什么时候才能完全通达明了了。你要不断向上提升，提升到一定的程度，豁然开悟，你就全懂了。这就不能不读书啊。读书是修行，读书的功德无量无边啊！这要读中国书，要读中国古书，要读经典，才会有这种效果出现。啊，这是真的。我们看释迦牟尼佛，他做榜样给我们看。他19岁出家，他是王子啊，出家代表的是放弃王位的继承权，他不做国王，放弃宫廷里面富裕的生活啊，富贵的生活放弃了，他去做个苦行僧，年轻好学。印度在那个时候是地球上宗教之国，哲学之国，
印度所有的学派宗教他全学过，学了12年，30岁，他感觉到所学这个东西解决不了问题，于是放弃了，不学了，放弃了，到恒河树边，恒河边上毗婆罗树下大树底下入定，今天讲的禅定，他入定，晚上看到天上明星，豁然开悟，这是什么？向外面学是知识，知识有局限性，知识还有后遗症，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所以它不能解决问题。佛求智慧，智慧从哪里来？从定来，禅定是一念不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它能够把起心动念放下，分别执着放下，分别执着放下，一般讲就是大定，不起心不动念，这是最高层的定功。他从这里开悟了，悟了之后，一切都明了了。那么他从此教学，30岁教学，79岁过世，一生讲经教学49年，49年讲这么多的东西，谁教他的？他所讲的超越印度所有宗教，也超越所有学派，没人教他。中国唐朝出现一个慧能，不认识字，没念过书，根性很利，是个樵夫，苦力了，每天上山去砍柴，挑到城市里面去卖，这个行业抗战时候有，抗战时候我们有时候住在城市里面，没有自来水，没有电，那么烧饭的时候要烧柴火，所以专门有这些年轻人上山砍柴来卖的，都是家庭环境不好的，做这个行业，卖了之后买一点米，买一点油盐，带回家，每一天都要砍柴，每一天都要挑水，有专门挑水卖水的。水从哪里来？护城河的水就很干净，就能吃。
那个时候水沟里面水、稻田里面水通通都很清，里面都有小鱼在里头，很干净，没有污染了。所以他们跳水就跳河水啊，长江边上跳江水啊，专门搞这个行业的。慧能大师偶然之间柴卖掉了，钱拿到手了，离开的时候听到有人在念经，那个时候的窗子是纸糊的，没玻璃，声音能透见，看不到，内外看不见，听到声音他一听就懂得这意思很好。等里面的人听完，他推门进去向他请教，你念的是什么他听懂了跟他两个讨论这段经的意思这位居士很佩服他，知道他有这么好的根性，年纪又轻，那时候24岁，就劝他，你应该到黄梅清净无阻，那是一个大德，你跟他学，你会有成就。那么他家里还有母亲，母子两个人，父亲过世了，他是独生子，母子两个人相依为命，他要走了妈妈怎么办这个居士很难得，送他10两银子，那10两银子很大了足可以过一年都不止还有一些学佛的同学帮助他照顾他母亲，带他去了，在黄梅8个月干什么？干了老本行舂米破柴，干这个真正有觉悟的无祖跟他两个人没有人知道无祖知道他快成功了就公开征求大家写偈子给他看，他要传法写一首偈子来看，如果真的见性了，一钵要传下去3天没有人写偈子，那时候他的大弟子神秀神秀心里想，大家不写，因为我在，我要不写呢没人写了所以他就写一首偈，又不敢送给五祖，怕五祖见笑，贴在墙壁上，用这个方法这首偈很有名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大家看了欢喜赞叹，五祖看了也点头告诉大家，依照这个修行会得好处。这个事情传到对方慧能说我也要去拜一拜有这么好的偈子，我听了很欢喜，他就拜一拜，不知道路在哪里，贴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从这一句话我们就了解慧能是个老实人，叫他在对房里舂米破柴，他8个月就在那里，他寺庙里都没有去转一圈，没去看一看，
老实啊，这老实人啊，啊，心定啊，不散乱啊，啊，不好奇啊，啊，这别人把他带去看了，拜完之后，他说他也有手记，他不认识字，不会写字，请人替他写。啊，就有个人带他写，他把神秀记子改了，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记子一写出来，大家都惊奇了，通常没有人瞧得起他啊，居然能做这么好的一手记。五祖听说了，赶紧出来把他撕下来，告诉大家没见信，不要张罗，没见信。啊，下午五祖巡了，巡就是整个寺庙看一遍，到处看一遍叫巡了，实际上就是找慧能，因为找慧能目标太显著了。用这个方法，大家不知不觉啊，到对方看他是聪明，就问他你熟了没有，他熟了，很早就熟了，有钱晒在还没有晒，这个话里都有话了。无足问他是不是开悟了，明心见性，问这个啊，他说我早已经见性了，没有个人给我做证明。五祖的拐杖在他腿上敲了三下走了，没有人知道，他晓得，三更到方丈室里去找他去，晚上三更真虚了啊，推门，门里头没有栓，一推就开了。五祖给他讲经啊，你讲到一无所住而生其心，他知道啊，他用五句话二十个字，那就是他的毕业论文，就他传法的文章，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无动摇，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五祖说行了，别说了，到这里五祖把他止住了，衣钵传给他，叫他赶快走。为什么有人会争衣钵啊，有人不服气，神秀不会，但是神秀那一帮人会啊。神秀的拥护，神秀的有五百多人了，他们怎么肯呢？所以叫他赶快躲起来，藏起来，别让人知道，躲到猎人队里十五年才出来。那是中国佛教黄金时代，最盛的时代啊，还有这么多戒毒障碍，何况现在啊。所以我们了解历史，了解过去的沉船，知道今天沉船不是容易事情啊，过去的有人呢，现在找不到人了，老实听话的人找不到啊，修道的人条件老实听话真干，
有这三个条件可以栽培啊，没有嫉妒心，没有好胜心，没有攀比心啊，没有给人竞争的心，这个才可以。啊，向内不向外。啊，你看六祖开悟了。什么经教他全通了。他不认识，你念给他听。你念给他听，他讲给他听。啊，无论世出世间一切法，他全通。所以佛教沉船要相信无私自通，真通不是假通。大悟大通啊，小悟小通。今天小悟都很管事，为什么？不通的人太多了啊！不是有学位就通啊，有学位不通的人很多啊，我们见过的很多啊。那么佛教还有没有救？答案是肯定，佛教有救。哪些人能救？要相信古人，要相信祖宗，对祖宗对古圣先贤怀疑的人，这个人没救，他没法子成传啊，神仙来教他都没用。要有真诚心，要有恭敬心啊，有这两种心就相应啊，要用古老的方法，不能用现在的方法。中国古老的方法是培训一个圣人、贤人、君子，中国是圣贤君子的教育，跟佛法是一样，佛法是佛菩萨阿罗汉的教育，不是凡人啊，完全要靠自通。中国古人教学的理念是一门深入，尝试熏修，方法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我们现在还真有两个人依照这个方法就干，干得很有成绩啊。东北的刘素云居士，他一门深入，长时熏修20年啊，就是我们现在读的这部经啊，他完全用经文，没有注解，每一天念10个小时，20年没有间断，念10个小时，10个小时，他现在的状况可以念20遍，就是这一部经念一遍，半个小时。啊，初学的人念一遍，生疏要2个小时，1年之后大概1个小时可以念一遍。我想13年、15年就可以半个小时念一遍啊。所以刘素云，我估计他现在1天10个小时20遍，其他的事情一句佛号没有杂念的，他心是定的，没有妄想。他不喜欢接触人。有人前来讲经，什么经他都能讲。
一部经通了，一切经全通了。啊，读书千遍是方法，其义自见，目的是叫你自己见，书里头的意思自己完全明白了，不要人教。啊，就古时候的老师对学生讲不讲经，不讲经。你要讲经，人家不请你做老师，把你赶出去。为什么？把学生的悟门堵死了，他不能开悟了。啊，那要怎么讲呢？叫学生起义自见的时候，自己觉悟了，讲给老师听，老师点头。啊，是这种教学法。啊，悟有大悟，有彻悟，有小悟。啊，这就是人的根性有上中下三等。啊，对于领悟的这个能力强的人，记忆力好的人，啊，反应很快的人，这都是可造之才。啊，要帮助他开悟。啊，所以他有觉悟的时候提出来，老师听了，给他印证，没错，你讲的是对的，再继续努力。啊，他再念一年的时候，讲的又不一样。越讲越深，越讲越广。啊，老师是做见证的，所以老师教学不辛苦啊。啊，喝茶，啊，那时候还抽烟。啊，老师很自在啊，学生很用功，一遍一遍读。啊，叫你念一百遍，念两百遍，看你的能力。啊，书整个背下来之后，一天还要念多少遍，就一样。不是叫你学很多，很多脑子就杂了，就乱了，胡思乱想了。啊，叫你只想一样事情，很单纯。只记一桩事情，一通一切，出类旁通，全通了。啊，这么个教学方法，外国没有啊。英国威尔斯大学校长，我跟他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懂，他说确实，东方的这个智慧比西方高，方法不一样。理念不相同，啊，早年还有个牛津大学的教授，不是牛津，剑桥的，啊，剑桥的我也很熟，啊，他就没有搞懂啊，那个时候他就找我，好像是2007年。1907年，他来找我，那是缘不成熟啊，我也没有意思到英国去啊。他特地来找我，到香港来住了2天，我谈了6个小时，汉学家啊，我是教学。教学最重要的，教育的理念，你怎么个教法？他问我，我说我没有方法，我说古人有方法，他很惊讶，古人是谁？我问他，《三字经》读过没？他会背呀。
四书都会背，都能背过。我说搞教育，《三字经》前面八句话，那是我们中国老祖宗千万年来教育的总的纲领、总的理念。啊，办教育，首先要肯定人之初性本善，要肯定。那那个本善是什么？本善是圣人，跟佛法一样。佛法教学第一个给你的概念，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所以你可以成佛，你要立志做佛。啊，《三字经》上这句话跟佛经的意思相同。啊，也许早年编写的这个人他是佛教徒，他把它用上了。啊，人性本善，本来就是圣人，本来就是佛。啊，性本善，那现在不善了，为什么会不善？被染污了。所以底下说，性相近，习相远。啊，性相近，从性上的本性来讲是一样的，大家相同的，但是习惯不一样了，是习性，本性跟习性，习性把我们的本性距离拉远了。习性是圣人，啊，这本性是圣人，习性是凡夫。啊，中国呢，本性本善是圣人，习性是俗人。习惯太可怕了。我们从什么地方去看？从小孩四个月，啊，他不满四个月，就是小孩出生一百天，你细心去观察，他不会说话，啊，他所动作、眼神都是天真，就是本善。你从这可以能看出来，细心去观察，你就恍然大悟。啊，那么中国的教育为从哪里兴起来？就从这兴起来。啊，苟不教，性乃迁。你要不好不教的话，慢慢的说，习性做主，本性就被埋没掉了。啊，那非教不可啊！啊，怎么教法？教之道，贵以专。这八句话要紧了。啊，所以学生都是好的。老师现在老师说他学习不及格，把他开除掉留班，那什么那不会教啊？你怎么可以舍弃他呢？啊，因材施教，才有上中下三等，教学有上中下三个标准。啊，要教他觉悟，那就是专。啊，专就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这是教学的依据理念的专。方法呢，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要晓得那个千遍不是叫你背的，是自然会背，念上一千遍它就会熟了嘛，自然的副作用，那不是主。主是什么？主是禅定，用读书修定。智慧从哪？智慧从定生的，戒定慧嘛，因戒得定，因定开慧，用读书的方法修定的。至于你记得的时候是副作用，那不是主要的。啊，老师不是希望你会背呀，老师是希望你得三昧。
得禅定，得禅定是清净心得到了，平等心得到了，就会大彻大悟。这在外国没有啊，走遍全世界没第二家啊，中国这个老店有这么一套东西，现在没人知道了，现在谁会用这个？啊，就在中国，中国人自己都不接受。啊，哪有不学会的？嘿，真有不学会的，无师自通的。啊，我们走这个路子，太难了。啊，威尔斯大学校长很了不起啊，我说这个他能赞成，他不反对我。他是真有啊，那么我们三年到五年当中，有几个无私真的自通啊，不要多，有那么三个五个，这就给学术界做证明，这个方法是中国祖传的啊，与释迦牟尼佛有关系，释迦牟尼也是原传。他没有老师啊，他学的那些宗教有老师，学的一些哲学有老师，他佛法没老师啊，慧能没老师啊，现在还有一个刚刚过世没多久，海鲜老和尚，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他通了，他真的大彻大悟啊，世出世间一切法，你去问他，他全知道，他没一样不知道。他一门深入，一句佛号，师父就教他一句佛号，师父厉害，有神通，认识人，传他的一句佛，告诉他，一直念下去，明白了，不能说，不可以说，那个明白是开悟，虽然是大彻大悟，他不好说，他不好说。所以这个老和尚是个了不起的人，他给我们做表法，2013年。一月走的，112岁。这个照片是走的前三天照的。112岁，身体健康，不需要人照顾。每一天还在同农田里面干活。啊，112岁自己上树。去摘柿子，真有本事啊！头脑清楚，一点不迷糊啊！他的寿命，在我的想法，他没这么长，也跟普通人差不多，70-80。他的师弟82岁走的，他的母亲86岁走的，啊，有几个兄弟的时候，大概都是60-70岁就走了，啊，他的寿命，阿弥陀佛给他延长的，啊，我相信他念佛92年。他跟阿弥陀佛见面不止14次啊，他到极乐世界去观光，我相信至少也有10次以上。他清楚啊，
他明了啊，啊，这有使命来的，啊，告诉我们，佛法是真的，不是假的，告诉我们，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他不骗我们，啊，所以这一段幕后的一句不可思议者超情理解啊，不是凡夫能够想象得到，也不是我们语言能够说得出来的，说不出来。啊，情是我们自己一般人的判断、想法，见是看法。到最高的这个境界，只有明心见性的人，他们在一起谈话，他们懂，外头人听得不懂，不知道他们说什么。我们遇到不容易啊，太难得了，所以我这一生感谢老师。我们年轻不相信宗教，认为是迷信啊，我年轻时也不例外啊。啊，老师给我上这堂课，佛经哲学，我看到这个题目我就怀疑啊，我向老师请教，佛教是宗教，是迷信，他哪来的哲学啊？老师告诉你，还年轻，你不知道，对，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大的哲学家，大乘佛经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在这个课堂里面才相信，才接受了啊。接受之后我很幸运，我就认识张家大师，那是个专门搞佛学的，我方老师是附带的，他搞哲学啊，不过他的哲学最高峰的地方是佛学，他真干不是假的。啊，我到他书房去参观过，他书房书桌子有佛经啊，从来我没有发现有一次进他书房呢，桌子上没有拜佛经的，我就知道他真干啊，这给我们信心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他师的。